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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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原来是你，我们见过。哦，真对不起，我记不得了。我叫桑青，菲律宾橡胶业驻瑞将公司总裁。我记得上次在飞机上找你要过电话，但被你拒绝了。哦，似乎有些印象。认识你很高兴，小姐。这回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了吧？就写在这儿吧。柳原，名字真好听。那刘小姐，我们再会了。再见。看你左后面的美女，长得真漂亮，绝对我喜欢类型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像这样的女生，一般男生追不上。你看他旁边这男生呗，不是金鳞海贵，就是富二代。像咱们这种市井小市民，不用想了，做梦都没有机会。他是谁？他是我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你是柳岩的男朋友吗？今天我乘坐柳小姐的飞机，不小心把手机落在飞机上，要不是柳小姐替我找回，我可能会损失一大笔生意。今天这顿饭就是特意感谢柳小姐的。是这样吗？嗯，是这样的，这位桑先生太客气了，非要请客吃饭，表示感谢。柳小姐不只是人美，心更美。今天有幸碰见大家，那就一起坐下吃个饭吧。好啊，我是张一的朋友，我叫……好了，请坐。这里怎么样？嗯，很不错，设计的有品味，布置的也很浪漫。你不感觉这里离机场很近吗？哦，对哦。是离我很近，我是为了经常看到你，特意给你买的。怎么不成？你说吧。请，你带我去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好吗？参观我公司？不欢迎吗？当然不是，老板娘要视察公司，我哪敢不尊敬啊。这种贸易部前面就是总经理办公室，